上面大陸就放出你都係玩廣東話，人哋唔會 expect， 人哋唔會 expect 張元你去嚟到講唱廣東話俾我哋聽，我哋係想聽你唱普通話。所以今日我有啲學生喺度睇呢場 show， 我希望我學生都會知道，廣東話對於香港嗰邊好緊要，係好緊要，我哋係唔可以缺少呢樣嘢嘅。世界已改，你开。